近日，一名越南女子因身体不适住院，本该在病床上好好休息，得知男友要来探望她时，竟然强行拖着病体起身化大浓妆，就算穿着病服带着呼吸器也要保持貌美如花的模样。更夸张的是，化上大浓妆后还涂上指甲油，戴上珍珠耳环。这则帖文遭到网友频频转发，引来一片批评声。不少网友认为，女子明明还带着呼吸器躺在病床上，感觉没什么体力，为什么还要特意起来化妆？就算真的很爱美，稍微画个有气色的妆容就可以了，何苦弄得这么精致，看起来根本不像病人，干脆把呼吸器也一起摘掉算了。不过也有粉丝力挺这样的做法，认为可能只是不想让人担心看到她气色不好的样子，医院也没有规定住院就不能化妆，化浓妆并没有妨碍到别人，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宽容心。